让我们欢迎王一博。欢迎一博。回顾王一博的2020年公益、影视、商务、综艺、时尚多面开花，在收获满满的同时，也在努力的完善自己、突破自己、超越自己。请我们红毯的下一位观众不要起哄啊！我们可以预告一下，我们现场有一位特别特别热情的粉丝啊，特别热情的粉丝稍后也会来到我们的亮相仪式的现场啊，来欢迎一博。好，谢谢一博，来，请到我们的拍照点拍照。因为你们是中国航天人，所以我们在这里念一个小小的名单，因为这10个志愿者都是韩红爱心基金会的明星志愿者，王一博，杨，捧起你们的微博之光，欢迎各位，再次感谢我们的点赞人，有请点赞人稍作休息。潮流酷盖，新生演员，运动高手，标签下是他对每一种热爱的极致追求，在每一个属于他的舞台上绽放光彩，其个人超话阅读量超1000亿。微博年度热度人物王一博，表达祝贺，有请。来，有请两位到舞台的正中央，往前，往前，对。好，也有请三位合影。好的，感谢我们的点赞嘉宾，谢谢，请入席。王一博、黄子韬，请留步。好，让你们留步，你们应该有所准备了。对，因为我发现特别巧，两位热度人物和一个热力四射的项目有关，对不对？对，而且有一个是喜欢赛车，有一个是喜欢摩托车。一博是喜欢摩托车，可惜奥运会没有摩托车的项目，现在还暂时没有。然后前段时间我也看到邓亚萍老师邀请你去参加奥运会，怎么样？2022年冬奥会准备的如何？滑雪项目可以吧？在努力准备中。哎，但不管怎么样，我们今天送上两个很特别的道具，也是表达两位年轻人对运动的一份热爱之情。所以接下来，因为你们在舞台上经常会有很多拍摄嘛，是会有些 ending pose、killing part 等等。那接下来就两位各自选择一个道具，我们来几组照片，好不好？哎，今天也不太为难你们了，好吗？对，本来是要让他们起舞圈的，对，来。一博，你先选择，子韬，你选哪个？你肯定选摩托了，来，很适合你哦，好可爱。两位就有点像车模一样，对，几个造型，你就可以开上这车去接丁真了。来，坐。来，你怎么坐副驾驶？其实是可以开得起来的，你们可以试试。我们主要是怕两位开得太快了，这个舞台有点承受不住啊。好，来。哎呦，我们的摄影师已经准备好了。导演试的时候完全没问题，但是好像一博腿太长了，那坐不下去，不行，你知道吧？他一坐下去，这个膝盖就顶着下巴了的感觉。导演反省一下，你的腿有点短哦。来，我们摄影师准备一下。这音乐。哎，本来是这个车哈，也就这么回事儿，但两个人一往那一坐，啊，就不一样了，你知道吧？两个人现在表情有点被迫营业的感觉。来，走啊。走啊，真的起来了，感觉像两个幼儿园的小朋友。呀呵，呦呼，可以啊，可以，好，注意安全，可以。一博，哎，好，好，可以了，停，谢谢，掌声送给二位，谢谢二位，谢谢，这能行吗？真的太高了，陷进去了。那个各位还是要提醒大家，做运动的时候一定要保护自己的身体。一博，尤其是带好呼吸，好不好？好，好，谢谢，谢谢两位，谢谢。谢谢啊，很难得在这个舞台上能够看到这么 Q 的画面哈、啊。那接下来。